所说的，他们都是支持传统文化、支持一夫一妻的，能够建造家室、建造国家的这样的核心价值的。就像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有智慧、有谋略、有清楚的脚踪、清楚的表白，这些婆婆妈妈都要出来。诚如川普那个时候是中部的圣经带，那所有在乡间的、躲在那个丛林野地的这些保守派的，全部都出来投票了。就像我们要看见神迹，我们要遇见奇事，因为你的话语是实实在在，你永远都不说谎。主神，你不喜欢说谎的政客，你喜欢实在行在你眼前的。主神，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高市长，他在你的面前蒙大恩，在台南必要得胜，而且在台湾各县市必要得胜。